依家學習再唔係死讀書啦，反而應該跳出課本嘅框框，從生活入邊學習知識。現實生活就係最好嘅學習課室，透過唔同歷境學習活動，帶領學生認識本地文化，甚至衝出香港到海外交流，體驗當地生活，擴闊國際視野。學校應該設計一個多元化的課程，提供先進和多元化的科技，透過這個關愛文化培育學生，人人可教，皆可成才。